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呢，9月21号瑞邦阵容的9:51出发的是18164，将平线看我听懂了，是9特科特以及1364将延伸到瑞邦的微笑圈了。耶，两边都有列车双单运行进站了，有掰有能掰掉。有掰掉。1364将沿线向瑞邦的区间呢，在停车在终点在瑞邦站。用85/86为小圈来跑4074的圈号，用沿线高速里。来这边是4816次，用沿线高进入的4924客车，两个直接呢再见。